以前修了这么多次的时候，为什么都没有往生呢？都没成就呢？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情执放不下，第二个呢是岁数之障，研究放不下，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以为你知道了，没错，你知道是常识。现在人叫佛学，因为你没学佛，所以西方净土没分，学佛就有分。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，你看这一本叫《一多相容不同门》，大苏华严经上说的。清凉大师的苏超，他用一个比喻，譬如一间房子，这一间房子有1000盏灯，这房子挺大了，像宫殿似的，我这一次访问罗马，过去曾经去访问过，没什么大印象。这一次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刻，特别去看古罗马的神殿，1000盏灯呢就不假，那是真的。光光相射了，每一盏灯的光都照到整个大殿。一盏灯里面有许多盏灯的灯光，这是相容啊，一中有多啊，多中有一啊。可是每一盏灯呢，还是每一盏灯，灯并没有混合，一多之相不是。这是不同，同中有不同，不同当中有同，同与不同是一不是二。你要能体会到这个真相，我们把这个解释先看一遍。华严奴舍那品云：以一佛过满十方，十方入一也无余，世界本相亦不坏，无比功德故能耳。一佛国，华严经上所指的是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。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。在娑婆世界的西方有一个世界，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叫极乐世界。华藏世界里面有没有娑婆？有。有没有极乐？有。
为什么一多相容不同门吧？怎么会没有呢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一个佛刹就像一盏灯一样啊，把太虚空啊比喻成一时，不值千盏灯呐，无量无边、无数无尽的诸佛刹土，都在华藏世界。那我们早都在华藏世界了，真的，自己迷而不觉。因为在诸佛刹土里面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，在哪里？当下即是啊。没有时间，时间讲先后，没有先后。我们现在讲这些话，常常在一起学习华严的没问题啊，你也会有一个很清晰的概念。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肯定了，宇宙跟自己一体。自信里面的慈悲，自然就流露了。你们有这个认知啊，这慈悲心生不起来。啊，你能够认知你的父母是你的亲人，儿女是亲人。啊，对他们能生起慈悲心。啊，如果你真的把华严经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，地球上一花一草，树木花草啊，跟自己是一体，比父母、比儿女还要亲。不但给树木花草，给山河大地，跟自然现象全是一体。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人间。这是你自信流露啊，发而如是啊，这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明白就流露了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个明白人。你明白了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明白了，烦恼习气还不行，还没放下。啊，天台大师说：“是佛。”啊，天台讲六佛有六种，你是哪一种呢？观心即佛。你现在在成佛之道上走啊，虽然没到啊，你走的是正道啊，成佛之道啊。那一步还没走呢，一步没走是明自即佛。啊，
这通通是讲学习过程啊。从理上讲，那你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，也是其他经上没有的。情与无情，同源种植，也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情是有情众生，我们一般讲动物。情与无情，无情是植物、矿物，啊，自然现象叫无情。同源种植。啊，这个事情是诸法实相啊！我们要布施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学习华严，这些话我们听不懂啊，听了会生烦恼，会有意见。啊，这4000多个小时的熏习，现在我们听懂了，听得很欢喜。啊，虽然知道自己做不到，也都能生欢喜心。啊，在目前最重要的，我们如何来入这个境界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那个长要多长？如果你真干，真听话，真干，一般来讲呢，3年就行了，你就能入境界了。啊，如果还有点懈怠，还有点习气，5年、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！啊，学佛应当锲而不舍。啊，知道每一个世界里头。都有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，都有这个地球。那到那个地球上，还都能找到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的身不知道有多少。啊，真的像万花筒一样，畜生无尽。啊，听不懂，听不懂不要问。佛不说假话，你能信那就是善根。你不想去研究它，我就信了，我不需要研究，也不需要讲什么道理，那你就很有智慧。这什么智慧呢？这叫根本智。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啊，你这种修学的方法，肯定烦恼少，智慧多。啊，烦恼一天一天的少，是妄念嘛，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一天比一天少，那心呢，一天比一天清净，一天比一天平等，清净平等心生智慧呀、啊。他怎么不知不是智慧呢？
啊，你要去找原因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释迦牟尼佛凭什么说出来的？这很可怕，可怕什么？你这一生不能成就，你还得来生接着再干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同学，啊，电视机面前，网络面前，啊，欢喜来学习这个。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啊，修成的善根福德因缘。那为什么以前修了这么多次的时候，为什么都没有往生呢？都没成就呢？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情执放不下，啊，第二个呢是，哎，岁数之障，啊，研究放不下，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啊，以为你知道了，没错，你知道是常识。现在人叫佛学，因为你没学佛，所以西方净土没分，学佛就有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